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轩。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5月31日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为世界无烟日，提倡不吸烟的理念。由于烟草的滥用已经造成全球1/10的人口死亡，仅次于高血压。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以每年定出一种主题的方式，宣导抽烟和不抽烟的各项优缺点，鼓励大家拥有健康的生活形态。今年的世界无烟日主题是天天都是无烟日。 WHO 呼吁各国政府应该提高烟税，减少烟品的消耗量，拯救更多生命。根据研究显示，提高烟税可以减少低收入国家的烟品消费量，并且预防青少年开始吸烟。如果烟税和烟价提高10%，将有助于降低高收入国家4%的烟品消耗量，而在中低收入国家甚至可以降低8%的烟品消耗量。世界无烟日的最终目标其实是要保护现代人及后代子孙免于烟害的威胁，并且避免因为使用烟品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的伤害。我们都知道，环境会影响一个人。有些人开始抽烟并不一定是出于自愿的，而是由于破窗效应的影响，使得大家陆续跟进。有一个学生叫阿松，每次见到同学抽烟，他就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而且如果被学校发现，还会被记过处分。而且阿松的父母不准他抽烟，这也是让阿松不想碰烟的原因。有一天，阿松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玩，大家又聚在一起抽烟。有几个人邀请他一起抽，但他都拒绝了。有人还是硬要一起抽，并说：“阿松哦，没有那么严重啊，吸一口就好了嘛，吸一口又不会怎样。”阿松一再拒绝，却抵不过众人的怂恿，于是他终于吸了一口烟。没想到他被烟呛得不停咳嗽，眼泪都流出来了。阿松不懂，烟这么难抽，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爱抽呢？过几天以后，那位怂恿阿松抽烟的同学又叫他一起抽烟。阿松回答说：“烟很难抽，哎，呛死我了，我不想抽。”结果这位同学回答说：“啊，那是第一次啦，多抽几次就好了，你会越来越喜欢的。”阿松虽然不想抽，但又觉得半信半疑，决定再抽抽看。这一次虽然还是有点呛，但是的确好多了，比较可以接受。就这样，阿松也渐渐开始习惯抽烟了。本来完全不沾烟的人，因为身边朋友一次又一次的怂恿，因为身边多数人都习惯抽烟，导致他虽然知道烟有害健康，却还是抵不过众人的诱惑。这样的情形就是破窗理论的例子。原本坚守的信念会因为大环境逐渐被摧毁，原本只是犯了一点戒，最后却可能越演越烈，覆水难收。世界无烟日也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才希望能够从大环境开始改变。如果能够透过各种方式，例如提高税收或是宣导抽烟的缺点，因而降低抽烟的人口，那么在环境的改变之下，长远来看也能改变更多的风气，让抽烟的人口越来越少，守住该有的健康。无论如何，健康与否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抽烟是一种选择，不抽烟也是一种选择。现在资讯科技这么发达，各位可以在评估过后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要谢谢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这么多的资讯，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更了解世界。现在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看看英文中的烟又有什么特别的用法。千万别走开咯。